高雄高中今日咧登来举办着第66届毕业典礼，县长李朝卿、教处长黄宝元、官员廖志优、干警县长多位贵宾拢出席参加。县长伫致辞时表示，高雄高中学生伫考学成绩拢相对杰出，大大受到社会各界肯定。每一个学生来研究这么多领域的科学，各位都有很好亮丽的成绩，打下这么好的基础啊！未来在科学领域的方面啊，或者只是在物理或者数学啊，或是大地科学方面，你们一定啊有发挥长才的地方。三年老师也为着这次毕业的666位学生，都伫一个月前开始练习舞蹈表演。今日台顶穿着平常时无同款的打扮，和现场的学生是叫声连连。终于希望给学生美好的回忆。好，你们练多久？一个月。然后嘞，会很辛苦吗？很辛苦。怎么说？因为很久没有跳舞了，很辛苦。可是觉得孩子这样子的热烈反应感觉怎么样？很快乐，大家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。觉得说，平常上教学呢是属于比较没有这么活泼性的，那现在比较活泼性的话，可能学生呢会不一样的感觉，说跟我们平时的那种的装扮啊，还有那种那个教学方式都不太一样。这是我们的传统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毕业班导师都会给学生 surprise。你觉得这个 surprise 给孩子们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应该比较拉近距离吧，平时都太严肃了。会是送给你最好的毕业礼物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很感动啊，就三年来老师教我们这么多，然后最后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棒的表演的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老师这三年来的谆谆教诲。看到平常时兼修老师精彩演出，毕业生拢是相当感动，也让因这次毕业典礼留下难忘回忆。记者陈美婷采访报道。